2023年呢为癸卯年，癸为水，卯为土，五行纳金呢为金帛金，所以生于2023年的人为水兔命。水兔命的人呢，虽然带有生肖兔的温柔和恬静，但却有着其他兔命之人没有的韧劲，不论将他们丢在什么环境中都能顽强的生长。这就意味着水兔之命的人在成长的过程中呢，不论遇到哪些挫折和困境都能够迎难而上，不会有任何的退缩与逃避。但是他们有一个致命的缺点，就是没有原则与底线，容易受到外界的影响和诱惑，改变自己的选择和状态。这一年出生的水兔的人，他们有一个习惯，就是特别容易对自己好的人产生依赖感，并且呢听信于他们，所以所信之人非良人，那水兔之命的人呢遭遇的事情就可想而知。而当水兔的人失去这个人的依靠的时候呢，就会变得消极怠工，对工作和生活没有了斗劲和热情。为此呢，水兔之命的人啊，应该学会独立，不要将时间和金钱浪费在不必要的社交。